汉堡却迟迟没有现身餐厅，女儿才觉得事态不妙，于是呢就赶快赶到自己的房间去一探究竟。女儿形容当时令人开心，精神恍惚，像是大量的血一样，不断的呻吟，房间里都是呕吐物。女儿说，当时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股刺鼻、刺香的味道，她的眉眼向他直想为此因自己案。